这小柿子挺好。这柿子绝了，这柿子。皮条皮条柿子，糊弄大棚的，咱家。绝对东北叫皮条柿子啊！先把葱洗了。这啥玩意儿啊？那香菜。香菜。微信呢？你有微信呢？一般人都没有微信呢。啥呀？我得有。十一。啊。行不行？支付成功。支付成功吗？这不当前状态支付成功吗？啊。是不是？不能差，那。不能差。不要手机。走吧。完事儿接他们俩。咱俩都回去做饭吃饭啥的。多少块？过了。嗯。过了也行。就行，这算我全部。一兜啊，2块钱，一兜2块，2块钱铺的油，一桶的，农村园子的野生萝卜丁，嗯，啊，回家明早包饺子吃，包饺子，包点肉，一会儿买点肉去的，啊，买点肉，2块钱铺的丁买了还得大顿饺子，新买袋面，看看能不能按照你那个招吗？单线像我。啊，从右到左，嗯，我看这是单线，像我，从右到左，你这招试验100回了，你怎么？完了，又卡住了。那不能靠这面吗？那双线像你了。这是双线吗？那这不双线吗？等我们到我这，他怎么就这么脚挺那啥的呢？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这回好像是，哎呦天，咋整啊？这回好了，真是吃不了，这能高一点点，太多了。太多了啊！太多该苦了。看我大哥。嗯、看我大哥这脖子这大技，我给你来个特写。二爷，正常线就行。先放点花椒水，少放一点点酱油。就这点肉啊？嗯，这些咱仨吃不多。那吃点肉够了。哎呀！变色了，看不着，啊，是不是？嗯。变颜色了，少放点去。哎，我那味儿有点苦味儿。苦不流行的啊。嗯。展示你技术的时候到了。到了点不快。香菜似的呢，哎，这一和上也不少啊，那前瞅像少似的，那是光肉啊，嗯，挺好吃的，行，这咱家就这几样调料，反正你就正常高就行，你说要啥别的格路样的没有，盐味素都有，对，大饺子小饺子，小饺子煮的。这就直接不往高这上面得了呗。嗯。我不是说吃不了姜那个味儿，你这就是不能咬姜那种感觉。放点姜汁就完了。对，姜汁行。吃牛肉给你整点姜汁放出来。姜汁也行，院长，我都快包完了。啊？刚包一个。哎呀，你这干啥？你快包完。这婆婆丁凉拌也行吧？嗯，凉拌。嗯，凉拌得焯。是焯，或者是高水烫，你就凉拌呗。鸡，行了。又吃鸡，又吃鸡。哎呀妈！整晚了，行，这现在一和就行了。对，你就那嘎达不呲嘴就行，他这玩意得到时候让他换个配件儿。低的没事就别呲就行。不呲。哎呀妈，你听你大哥包，一会儿该坏了，不行。这不太坏，你拿着点，哎呦我的天！你这么厚的那个饼还能？那不行，你馅太大。哎呀。
一会儿都得。我就照你那饼来的。那你看，那也不行，你那。我这大饺子，哎妈！你俩太多了。饺王。你叫我包这小丢丢。大哥包的是正宗的。没事。没事，咱先挑心挑大的往里扔。高粱。煮一分钟，完了再挑小的往里扔。那行。怎么的都好整。这没有法。我妈法可多。那。人家还有酸招儿，或者是招老的，这还是饭店的围巾，那还饭店的围巾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我以前扎的也不就这个吗？是，小不点的。你以前炒饭的时候，饭店围巾不是你结婚前的围巾？对啊，就是以前我记得我饭店我就使一个小的吧，我总扎一个小的。你结婚的时候，说的那个婆婆都得扎个围巾，都得做个围巾，兜孙子。这不就是你大姑给我做的吗？啊，兜孙子的。给我做的，这不就兜来了吗？兜来了，兜了。这大围巾，这围巾要咋说是不扔，有纪念意义。那我大哥他曾经还给你大嫂行，让你大嫂等以后再兜他孙子。祖坟家坟，家坟那啥，人家都是传个破老啥的，你家传个大围巾。刷出来了，刷出来了，看，哎呀，大拇指，整了呀，正好，正好，接点面，接点馅儿哈，嗯，太有点面了，太有点面了，整的挺完美，然后正好，你这来也是有点馅儿，有点打破了。你要指你还有点啥、啊、小辣的馅儿，就是上车饺下车面，给你安排一下。安排了呗。行。啊，再给你整俩。整两个蛋，滚蛋呀！滚蛋。你这到位了。整两个得了。对。你妈妈说嘛，煮五个你要吃不了，你带了。上车上火车上啃俩大蛋。我给他孙子拿了。嗯。小时候感觉完美，他就是整个焦的。嗯。小时候揪的。这一个行了。是吧？嗯。吃了大太晚了。这大太晚能包一个。我先包一个。那咱家大菜板子是真大。面板啊，面板啊，什么板子都大。哎呦我的妈！面板呢？包铜蛋好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家今天过年晚上吃铜蛋，那许东石吃不出来，不下锅。你妈！那压撑的。包俩他一个也没吃着，他妈吃出一个。偷摸的放在嘎子了。我说儿子，你吃这个差不多像。我说咬，哎妈，这真是，要乐坏了。这饺子高，这饺子到位，这饺子。咱家包饺向来都是大个儿。啊、嗯。向来都是大个的。大气，大气。啊。一看包饺子这人就大气。你这是擀皮儿的人大气。这有点太大气了，这皮属于太大了。你看这个，我包那个饺王。嗯，走吧。走。嗯，挑大个儿给小胖，挑大牌。这个牌儿。一家一牌儿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我大哥下午要回大连了，这两天回来办点事儿，完了之后连看看，我妈和我，下午回大连，现在是早晨，今天早晨给他包点饺子，上车饺子，下车面嘛，再煮俩大鹅蛋，开饭，今天吃饱了，今天是早晨，就不喝酒了，一会儿去送他去。那个晚上再喝点儿，好吗？好吃吗？对，不行。没吃过哈。反正油有点少。嗯。啊？对。
没少放油啊，还油少。嗯，不少。啊？不少不少。给它挪挪挪吧，一会儿粘了。啊。啊。不。说这馅儿，就这个馅儿都赶人家饺子了，我都咬一口了，你说说。你那是饺王吧？你那你包那个？饺王。是吧？嗯。赶上我爸整成大丸子了。你一百多斤呢？128。128斤呢。放裤子那腰是那个什么的？这腰是19。啊。21。21，现在还21吗？嗯，23，23了，23了。你看你老妹儿那个，32。不冒一个。啥得那蛋好的。啊，这大个蛋。这是这是主菜儿。大碗饺子汤，大饺子，大鹅蛋。是啥都大了，大盆大碗。蘸点油就行。我不要。你咋不要？你来吧，来一个。那吃你吃吧，我都。是不是？鹅蛋人还人就愿意吃这玩意儿，正常。我咋的？饺子今天剩了。这一个蛋和蛋，这家伙顶五个饺子。这得顶。蛋黄，哇，哎，这个对你好，真香啊！妈的好啊！妈的最好的，就跟那个那蒸土豆似的，嗯，看开没开黄，不了啊，今儿，我包不了，包不了，那一个蛋和蛋都便宜，包不了，今儿有点吃顶了，早上不敢弄，包不了了。找我什么呢？哎呀，去吧，我俩顶住了。谢谢。最后一个。再来一个。哎呀妈！来俩呢。你说呢？最后俩。待会儿晚上还得吃呢哈。晚上吃的。我妈也没剩个馅儿给我。你不要了。吃饱了，一个鹅蛋你讲完了，要不吃鹅蛋还能吃两个，就一个鹅蛋就吃完了。大鹅蛋。就露俩。嗯。老妹儿，那要吃可有潜力了。嗯。你这早上不咋弄。这汤是有油的。嗯。这汤行了，这后拐的呢。那大碗。哎，行，大碗。这汤有油不？我也吃不动了。吃不动了，行了。你没少吃，四盘子剩这点了。嗯。早晨没吃多少，完了之后攒点肚留晚上吃。我大哥下午回大连了，完了之后孩子自己在家的，我大嫂在娘家呢，娘家那边还有点事儿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观看。如果有喜欢胖妞和胖妞老妈哥哥的，这天天变啊这人。喜欢一家人的。喜欢胖妞一家人的，帮忙评论、转发、点赞、关注。明天见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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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